这个就是这种啊自景式的那个刀柄啊，然后它的话是 HSK63F 的，然后有1240的、1232的啊。你现在看到这儿上面这种呢，它这儿有个轴承，这是直径式的，就是它转的时候它就是越加越紧啊。就这种刀具现在我们发回中国的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，好吧？我们现在在中国那边的货场有货。